我们要找葫芦城，我们要找葫芦城。你们三个是？我是大王白雪，我是二王贝尔，我是三王大宝。我们要找葫芦城，我们的第一条在哪里？哈，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那一天我们正在晒太阳。好难过呀！我们要多多晒太阳，这样才能长得快。大娃，你都快成熟了，我还是个小葫芦呢。没事的，青蛙，等我成熟了，就在葫芦藤下等你们，我们一起出去。好的，那我们拉钩。怎么回事？大娃，二娃，三娃，就是这样，我们是被大风吹到这里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跟我走吧，我帮你们一起去找葫芦藤。大娃、二娃、三娃，你们看，这是你们的葫芦藤吗？看着像，但我们也不确定。四娃、五娃、六娃、七娃，你们在吗？哎，谁呀？这么大声说话！我们是葫芦娃，你是我们的葫芦藤吗？哎呦，你们找错了，我是爬山虎。你们看，我的叶子又肥又厚，可葫芦藤的叶子可是细长细长的哦。对呀，那我们的葫芦藤在哪里呀？你们找不到我们，肯定急坏了。哎，你们别灰心嘛，我带你们再找找。啊，你们看，那个好像是我们的葫芦藤啊。对呀，那就是我们的葫芦藤。弟弟们，我们回来了。站住，你们是谁？哎呀，是我们呀，我们是葫芦娃呀。什么葫芦娃？我不认识你们呀，我是葡萄藤，你们找错了。不会的，你跟我们的葫芦藤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们看，我身上可是有很多小葡萄宝宝的。确实，白雪贝尔大宝他确实是葡萄藤。你们别着急，我们再去找找看吧。我们是不是找不到葫芦藤了？不要了，我要跟所有的葫芦娃在一起。再找找，我们一定能找到的。哥哥姐姐，我们在这里。啊，好像是弟弟们的声音。嗨，你们看看，那个好像是你们的葫芦藤。啊，我看到我们的弟弟了。弟弟。哥哥姐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对呀，我们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们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们说好了会等你们一起长大的。你们回来就好了。嘿嘿，你们放心长大吧，我们就在葫芦藤下面等你们成熟了，一起出去。哈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有跟自己的小伙伴们约定过要一起长大吗？快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